Where are we going now? Castle.Hello，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古德伍德速度节了。可以说呢，这是英国车迷们一年一度朝圣的地方。无论是各种老爷车、古董车、经典车，还是历史上各个年代的 F1 拉力赛车、各种超跑，以及近几年开始兴起的各种电动车，全都可以拉来这条爬山赛道上溜一溜。今年啊，也是娃第一年来古德伍德，这小车迷啊，这天下来可是爽到了。That's Lamborghini. You have been slain. Wow. 你喜欢吗？Yeah. So where's the wiper?Yes， 今年的古德伍德也来了很多少见的车，比如这台阿斯顿马丁的 Bulldog， 这是当年的一台概念车，在1979年的那个年代，这台车就可以开到每小时307公里。可惜啊，因为造起来太贵，成本太高，这台车最后还是没有量产，全球就只有这么一台。最近两年呢，它的新主人决定把它重新修复，让它重新的跑起来。哇，这个造型到现在都觉得太好看，太未来了。还有呢，这台奔驰的 AMG One， 可以说这是奔驰做的一台可以合法上路的 F1 赛车，用了各种 F1 技术和梅奔车队2016年 F1 赛车上的那台 1.6 涡轮 V6 的引擎，全球限量275台，每台税前2000多万，居然已经全部卖光了。还有一台很有意思的是福特的这台电动面包车，2000多匹马力的电机，跑起上来啊，也是快成一道闪电，嗖的一下就过去了。或者呢，这个电动三轮的单人小汽车，哇，看着可爱，但是跑起来啊，它其实还挺稳的。总之啊，各种各样的超跑、概念车、各种限量的、量产的、独一无二的，这一天呢，简直看饱了。啊，娃到了这儿，真的是眼睛都看不过来。即兴展台上的这两台纯电概念车啊，今年在古德伍德现场也是圈粉无数，这简直太好看了啊，这颜值。这曲线，蓝色的这台敞篷轿跑 Polestar O2， 主打的概念之一就是它的后面居然可以放出一台自动的无人机。当你开着这台车出去玩的时候，还能放出无人机酷炫跟拍一段，让你发朋友圈。这脑洞，哇，我爱了。然而，在娃的眼里，它就成了。而这边的这台四门的 GT 轿跑 Precept 的颜值啊。而且哦，这台概念车其实它离我们真的很近，因为呢，它马上就要量产了，叫 Polestar 5。而且它的量产版跟概念车的外观呢、几乎没有太大的改动哦。今年的古德伍德就来了 Polestar 5原型车的首秀，就是这一台。哇，港真，它的造型也是惊艳到我。它号称2024年才上市，现在就有点等不及了，想要。这些概念车啊，可能离我们还有点远，而离我们更近的是这台。Polestar 2， 在这儿呢，小车迷也被圈粉了，前排和后排各种看，玩的这是完全不想下车。在古德伍德啊，每个展台都成了娃的乐园，这真车可比玩具车好玩好看太多了呀。It's not us. You come back to the red one.No. What's in there? This is McLaren. Mommy just back there. You like the car with the wing? It can fly now. It can fly? Yeah. This is Aston Martin. Wow.Why do you think this one is so old? Okay, because the tail. Yeah. Okay. Wow. You like this one? Tell Daddy what's inside? The engine.
Yes, the engine's in there. Can you see it? Yes, you can see it. What can you see inside? The steering wheel and the duck. And 爬山菜也是古德伍德的一个重要的部分，在现场去体验这种顶级的轰鸣，这个在家看视频啊，这是远远比不上的。The drifting car, what's the engine sounds like? 而今年呢，我也可以上爬山赛了，而我的座驾正是这台2022最新款的 Polestar 2。So you have to do a few runs today. Yes. In this one. So how do you feel about it? It's nice, solid car.Very balanced, you know. It's got lots of grip from the two electric motors because it's all-wheel drive. Yeah, brakes are good from like the Brembos. You can get proper hard, unlike the brakes. Yeah, it's very responsive. It's nice. Like it. How's the chassis feeling? Yeah, it's nice. Feels solid. Yeah, it's not. You don't feel it twist or anything. And get loads of feedback through like the wheel. So, no, it's nice. 不愧是真正汽车迷的天堂。古德伍德这一天下来。我是看爽了，这娃呢也开爽了，几台车了吧。今天就到这儿，我们下次再见，拜拜。